二 Fat Boy 开箱文系列。今集开箱的是大川孝佳 ESP Slapper Eclipse Go。 ESP 大川孝佳的 Custom 呢有金色、银色和新出的粉红色。订制时间呢需要6个月，会跟一个 ESP 的吉他袋，袋里面呢有配件，然后有大川孝佳亲笔签名的证书，同埋有三塊皮咁多噶。得得，我哋有小白帮手托住支吉他。支吉他个 spec 就系 Elder Body Maple Neck Super Jumbo Fat， 埋用 Seymour Duncan STK 1 Pick Up。条 ESP Type 2的弹弓 cut 咗只角，咁你弹高音的时候会特别舒服。耶、yeah, ！有大川孝佳的亲笔签名啦！最值得一提咧，系佢嘅 scallop， 系 half scallop 嘅。比起其他牌子咧，佢冇刮得咁深嘅，弹落去嘅时候咧会冇咁硬手。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开箱文啦，拜拜。咩话？仲未订阅？快啲快啲快啲订阅我哋二 Fat Boy 啦！有咩问题可以喺 Facebook 问我哋，好乐意答你噶。